Hello， 三立娱乐新闻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子黎，教大家几个如何在居家健身又可以保持你的好身材的方法哦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用我们的壶铃，但是你们在家呢，就是拿着你们的大桶的矿泉水来做核心的训练，全身性的间歇性的有氧。首先呢，你们看到这个壶铃呢，就是你们在家里面大瓶的矿泉水的替代品，提着你的水壶呢转过来靠在你的肩膀上，弓箭步前弓后箭。好，我们要记得哦，我们蹲下去的时候呢，上半身跟你们下去的弯脚的这个大腿是成一直线，身体核心保持收紧，提气站起来，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臀大肌的紧收。要注意你的膝盖呢不要前倾太多，保持一直线到地面，膝盖是成90度，10个以后再换边就可以咯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们女生最注重的臀部的曲线，所以会带给你们几个深蹲的动作。双手提着握把，屁股臀部往后拉远，记得你的膝盖不要弯太多，弯太多的话姿势就是错误的哦。把屁股往后拉远，靠臀部发力向前推，算起来，臀部发力，这时候你会看到我的臀部是往前的，手是不出力的，保持呼吸的顺畅哦。第三个动作呢，我们就要直接加强训练到你的核心。男生跟女生在夏天里面最爱到海边露什么？你们的腹肌跟穿刺线。这边的收缩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弓步蹲来加强你们的整个心肺的训练，同时又可以练到你们的臀大肌，你们的翘度就是靠这些动作来组成的哦。这个动作呢，要结合前面的弓步蹲，再加上深蹲来做成一个组合动作。首先，我们先弓步开始下降，记得要缓冲，不要直接炸膝盖，这样膝盖会受伤哦。跳起来，一个深蹲，保持呼吸。